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放过他们吧。哼，这句话你为什么十年前不讲？今天已经太迟了。呀，去死吧，妖婆！十年，你还要杀他？是女儿之身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酒后之言，何必这么认真？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一直等到现在。我曾经要你带我走，但是你没有这样做。你说你不能同时喜欢两个人。你喜欢的那个女人是慕容烟，那你为什么又喜欢另外一个女人？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去找过那个女人？因为有人说你最喜欢的女人是她，我本来想杀了她，后来这样做。因为我不想证明他就是。
曾经问过自己，你最喜欢的女人是不是我？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起，你一定要骗我。就算你的心有多么不愿意，也不要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我。天魔琴在我的手里，看谁敢跟我斗！我儿子不会白死的。武林至尊是属于我的。你天分低，我内功高，我今天让你死在天魔琴之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会这样？鬼圣，你太不自量力。天魔琴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其实是你天分低，你洗耳恭听。姐姐，算了，不要再追了。我们姐弟今天能够再见面，江湖上的事就不要再过问了。我们姐弟能再重逢，就应该共同为父母报仇，合理将他们铲除。今天你杀了他们，他们的后代还会来杀你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要琴，你就给他吗？你太幼稚了，就算我把琴交给他们，他们也一样要我死。江湖上是没有道理好讲。不会的，难道江湖上的人都不讲道理？讲道理的人已经不在江湖存在了。姐姐，我已经没有了义父，不想再失去你。皇家没有了我，起码还有你。姐姐，姐姐。陪你玩玩。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。春香薰四品皆全呐、啊，好酒。美酒也要品者高，大家都是酒道中人。我叫令狐冲，姑娘，你闺阁芳名，方便告诉我吗？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？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，叫。姑娘，你也捉鱼啊？姑娘，再说两句嘛。你这后辈，信口雌黄，你闯入我发功范围，上来跟我解释，我可以赐你。